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1集，下想是什么意思？省委书记办公室中陷入了短暂而微妙的沉默之中，别说何江海和孙希敏对夏翔的消息大感意外并且为之一惊，就连邱仁礼也是微微震惊，因为石建昌被周鸿基约谈的消息没有一丝风声传出，也就是说只有夏翔一人知晓。其中隐含的政治意义就是周鸿基只将约谈石建昌的事情告诉了夏翔一人。其实不告诉邱仁礼也没关系，邱仁礼并不会对周鸿基和夏翔之间的互动猜测什么，不告诉何江海也没什么。何江海自认现在和周鸿基之间现阶段共同语言已经不多了，但周鸿基没有知会孙希敏却和夏翔暗通信息，孙习民的眼神就不大自然，悄然打量夏翔一眼，心中起伏不定。也确实在五月事件上，周鸿基明显和他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一开始他只当成是周鸿基急功近利，所以才不听上头的暗示，也不听他的劝告，不想还在暗中和夏翔演了一出。周鸿基到底想怎么样呢？孙习民的心中不免想了许多，目光再落到夏翔充满自信和光彩的脸上，竟然感觉到有一种让他倍感失落的朝气。办公室中沉默了半分钟之久，被直接抢白了一句的何江海在一连串失利和打击下终于有点失态了。夏书记肯定是想提温子基上来了，对不起啊，省厅认为温子基同志不足以担任市公安局长的重任，不会同意他的任命的。很直接，很气势，很嚣张。各地市公安局长的任命都要经省公安厅批准，属于省委和省公安厅两个系统共同任命的程序，如果省委同意，省公安厅非要卡住不放的话，任命也很难下达。当然省公安厅厅长多半也是省政法委书记，也会是省委常委，通常情况下还是会和省委保持高度一致的，但有通常就有特例。何江海犟劲上来，梗着脖子仗着他在齐省树大根深，仗着有强硬的后台，竟然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儿向省委副书记正面挑衅。夏夏面对何江海第一次面对面的挑战肯定不会后退半分的，不过和别人都以为他会发作完全相反的事，他反而含蓄地笑了，淡然而不是威严地回应何江海。何书记，我没想提名温子基担任市公安局长呀。何江海一下愣住，下想是什么意思呢？邱仁礼和孙习民也是一时愕然，也同时想下想是什么意思呢？下想究竟是什么意思？下想的意思很明显，他还是要提拔温子基。邱书记，我会向组织部正式提议，由温子基同志担任五岳市政法委书记，提名市委常委。何江海差点没气歪鼻子，想想太可恶了，太气人了，根本就是无赖呀。孙习民被夏想闷了半天葫芦，一听夏想的话差点笑出声来，感情绕了一个大弯，费了半天劲儿，夏想还是
结结实实的摔了何江海一跤啊。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呀。孙喜民忍住了笑，心中闪过一丝明悟，或许和夏翔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有限合作关系是最明智的选择。邱仁礼也心中暗笑，夏翔真够精门的，很是耍了何江海一道啊。政法委书记的提名和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有所不同，不一定非要经省政法委书记认可才行。省委常委会有权任命市政法委书记，更不提可以直接任命市委常委了。如果何江海非要硬来提名别人担任五岳市公安局长，夏翔完全可以毫不示弱地提名温子基担任五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那么就算何江海提名的人通过了任命，最终担任公安局长，也会被身为市委常委的政法委书记处处卡脖子的。果然是娴熟而辛辣的官场手段呀。邱仁礼虽然没有就夏翔和何江海的提议明确表态，但他的话还是明显偏向夏翔一方。既然石建昌同志被纪委约谈了，肯定不再适合暂时主持市公安局的工作了。我的意见是，就由温子基同志暂时主持市公安局的日常工作。书记办公会结束后，由夏翔代为向夏立传达书记办公会的会议精神。夏立在五岳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经省委研究决定啊，娄新东同志暂时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温子基同志暂时主持市公安局日常工作，请以上两位同志认真勤恳，严以律己啊。五岳终于变天了，谁不清楚所谓暂时主持工作，如果不出意外，基本上等风头一过就会扶正。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娄新东算是站队的队伍终于要扶正了，温子基算是撞了大运了，由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排名靠后的副局长一跃而上，眼见就要升任市委常委了，真是让人感叹人生际遇不同，前景也大不相同啊。以前谁都不大瞧得起温子基，除了一个不太硬的靠山姐姐温子璇之外，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后台。谁能想到眼睛一眨，在五月一系列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温子基青云直上，眼见就要升到副厅的高位了。人呢，谁都没有前后眼，平常还是多三分小心谨慎，少三分轻视傲慢才好啊，否则后悔晚矣。随后周瑜渊代表市委市政府发表讲话，对省委的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娄新东也照例发言，表示一定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省委的厚望。在发言的最后，他意外提到了达财集团的投资，指出达财集团的产业地产符合五岳市的现状，如果引进成功，将会为五岳的经济腾飞注入一剂强心针。都看了出来，也听了出来，娄新东的话不但是讲给五岳市全体干部听，也有意向省委中的某人表明态度。夏立总算是胜利圆满地完成了在五岳的工作，返回了鲁市。夏立前脚刚走，周鸿基后脚就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动作。古玉回来了，与古玉一同来到鲁市的还有严小石。古玉心情大好，去了一次泰山，看了看
闻名天下的泰山日出，一个人逍遥自在，玩得不亦乐乎。所以他一见夏晓，第一句话就是：我才发现，有时一个人独来独往也挺好的，至少不用牵挂谁，随心所欲的，高兴了多玩一会儿，玩累了转身下山，不用在意身边的人玩的是否尽兴。古玉和严小石差不多是最好的朋友，二女住了一个大大的套间，是银座酒店的最豪华的套间。天气渐热，古玉只穿了短衣短裤，简单朴实的像一个女中学生。严小石的穿着也很随意，一件宽大的背心罩住了泛着光泽的大腿，半遮半露，反而更显诱惑之美。他当然不会只穿底裤在夏夏面前晃动的，不过如果古玉不在的话，他倒不在乎啊。夏夏坐拥双美，但今天却没有旖旎之想，因为古玉和严小石都向他透露了令人沉思的消息。有一段时间没见夏夏了，和夏夏成就了半次好事之后的严小石，因为还没有完全开窍，对男女之事虽然也想，但并不多。不过今天一见夏夏，却有了浑身燥热之感。又或许是古玉也穿着清凉，简单的衣着更显古玉玲珑剔透之美，即使她身为女人也不禁怦然心动。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严小石的心中猛然跳了出来，二女共侍一夫。他顿时面红耳赤，怎么会有这样荒唐淫乱的想法呢？偷看了一眼，幸好古玉在倒水，夏夏在沉思，谁都没有发现他的异样。其实夏夏发现严小石脸上的红润，作为半个资深的美女专家，她一下就猜中了严小石的旖旎心思，不过也没有深入再想，毕竟现在不是时候啊。确实不是时候啊，因为老谷明天就到。原以为老谷会和总理一同到达呢，不想老谷竟然提前一人前来，难不成又有什么变故吗？夏翔也没问古玉原因，因为古玉哪里会想老谷为什么要来鲁氏呢，又为什么提前来呢，他才不会去想任何和快乐无关的政治问题呢。如果说仅仅是老谷提前动身一事还不足以让夏翔思忖良久，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严小石也想介入食盐生意，因为他接到连若汉的电话之后也动了心。连若汉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自从上次经济班底会议之后，他对夏想的整个经济班底兴趣大增，想扶持每一个实力不足的人迅速壮大实力。除了对金银茉莉过度热情之外，他对严小石也十分热心。连若汉没有和他提前招呼一声，就私下里告诉严小石的制盐生意，多少让夏想有点不满呢。当然他不满的不是连若汉对严小石的照顾，而是怀疑连若汉的做法背后会不会包藏私心呢。莫非是连若汉对他和严小石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好的联想吗？想想也是无奈呀，对他身边女人最敏感的不是正牌夫人曹淑黎，反而是西宫连若汉。不过也可以理解，连若汉一直比曹淑黎要强势。严小石和吴若天一起在燕省介入制盐业，其实也是好事，严小石的插手可以弥补吴若天在商场上的经验不足，而吴若天在政界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打开外围事宜，也算是强强联手。本来想陪古玉和严小石吃晚饭的，
却意外接到袁明亮的电话。按说瞎想不至于因为袁明亮而不陪古玉和严小石，但袁明亮说了一句话，立刻让夏想决定马上和他见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2集，都准备就绪了。入夜的鲁氏，正值农历十五，月色如水，花团锦簇，可谓是花好月圆夜。只是鲁氏并无江水，只有一条千古绝唱的浑浊的黄河，否则就今夜难得的月色来说，也有春江花月夜之美了。鲁氏不比湘江气候湿润，但相比之下却比京城的春夏之交时的气候要好上许多。京城春天的风沙每况愈下，令人谈之色变。无巧不巧，袁明亮约定的见面地点正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夏雨河是才开张的一家茶馆，布置得很是素雅，因为定位高雅的缘故，价位高得吓人，就将一般的消费者都拒之门外了。也正好清香雅致的夏雨河正需要营造的是宁静典雅的氛围。别说多年不见，袁明亮的小资情调还是未改分毫，选在了一个既宜人又有情调的见面地点，夏夏就暗暗赞许。相比下马河时的袁明亮，现在的袁明亮更成熟更从容了许多。时间不饶人呢，袁明亮还是危险老态，但精神依然不错，一身名牌显得人很有神采，一见夏想就热情相迎。哈哈，夏书记屈尊光临，让我脸上有光呢，还是耀眼的光芒啊。夏想伸手和袁明亮握手。袁先生久违了，多年不见，你可是风采依然呢，让人向往啊。袁明亮的双手握住夏想的手，感慨说道。我哪里还有风采啊，老了呀，和夏书记相比啊，还真是让我羞愧至死啊。夏书记青云直上，我的目光一直紧紧追随夏书记的脚步，可是一刻也没有离开夏书记的路线呢。袁明亮比在下马区时开朗了许多，也是许多年过去了，虽然在燕市遭遇了重创，但袁明亮未伤元气，现在说不定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实力了。到了一个十分清静的雅间，上了茶和小吃之后，袁明亮神秘的一笑。夏书记，我在电话中的提议您是什么看法呢？能在电话中一句话请动夏夏出面，倒不是袁明亮许以重力或是抓住夏夏的软肋，而是他的提议正好有助于夏夏下一步的布局。袁明亮想在七省沿海城市蕉寮市投资一座大型化工厂，前期工作基本上准备就绪了，当地市委市政府也已经立校，眼见就在万事俱备之时却出现了意外，省发改委压下了批文，无限期的延后。袁明亮在七省关系一般，跑前跑后也找不到关键人物替他说上一句话。
本想直接找夏相，又唯恐夏相对他还大有成见，毕竟当年闹得不太愉快呀，是曾经的对手。但他意外遇到了萧武和阿那晨。袁明亮认识萧武，并不认识杨威和阿那晨，但他对杨威和阿那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因为他一直密切关注夏相的每一步，对于夏相身边值得夏相信任的几人，不能说是了如指掌，至少也做到了心中有数。因此他对萧武几人表现出了十足的诚意和热情，在听到阿那晨转告夏相随时愿意和他见面的话之后，他欣喜若狂，不仅仅是因为结识夏相有助于他打开齐省局面，而是他虽然败在夏相手中，但对夏相几年来飞速的升迁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当年的涛声已经远去，如果他能成为夏相的朋友将是他最大的荣幸。今天的会面，袁明亮不但寄予厚望，也非常激动。想想他也年纪不小了，却在比自己差了整整一代人的夏相面前毕恭毕敬不说，还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年轻人。如果仅仅是一座化工厂，自然请不动夏相出面，但夏相目光长远，一眼就看出了其中隐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政治影响。商业价值就是袁明亮的化工厂会消耗大量的工业用盐，政治影响就是如果袁明亮的化工厂的工业用盐不从齐省购进，就是极有冲击力的事件了。袁先生，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既然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夏翔很了解袁明亮的为人，没必要绕弯。夏书记请讲啊，只要我能办到。袁明亮心中想的是，难道夏书记想要什么好处吗？如果夏书记真开口，不管胃口多大，哪怕生意赔钱，也要满足夏书记的要求啊，只要能接上夏书记这条线，多少钱都值啊。应该说袁明亮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他在商圈中打滚得太久了，凡事都以金钱衡量。夏翔的一帮经济班底从未向夏翔送过金钱，顶多是一些礼物，夏翔通常也不会收，因为他确实不需要。不过经济班底受贿夏翔过多，总是过意不去，暗中送给曹淑君和夏安一些好处也算正常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袁明亮的话一说完，就充满期待的等夏相发话。夏相从袁明亮格外明亮的双眼中看出了什么，笑了。他太了解商人了，也是啊，他的一帮经济班底之中，精明过人的李沁，出身商人世家的齐亚南等等，其实个个不比袁明亮差。所以袁明亮的表情说明了什么，他岂能不知呢？夏相伸出一根手指说道，袁先生，我只有一个条件。袁明亮也算一步棋啊，凭借夏相对他的了解和认知，虽然也知道袁明亮商人气息太浓了一些，又有过于精明之嫌，但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只和袁明亮喝了一气茶，最后握手告别。夏相并没有先回家，而是又去看望了古玉和严小石，到底还是陪着二妹吃了一顿不算晚的晚饭。才在晚上十点之前回到家中，他可不敢乱来呀，尽管春意盎然的夜晚确实容易让人春心萌动。
而严小时妩媚如水的双眼更是让人沉醉，再加上春风吹拂，真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呢。但是毕竟古玉也在，夏想虽然身在齐省，却不敢有齐人之福的奢想。不得不说，今晚的鲁氏夏想春风沉醉，着手不举颇有收获。而远在五岳的周鸿基也施展了上任以来第一次雷厉风行的手段，既有正式的动作，又有暗中的手段，一正一反两手同时进行，得益于夏想及时的点醒和指明，周鸿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出手犀利而明快，为齐省局势的下一步埋下了长远的伏笔。第二天中午时分，省委方面已经纷纷传开，五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万元成被正式双规。万元成被双规，并不出人意料，但惊讶的是，同时，五岳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石建昌，因为在鲁成良自杀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主动辞去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作为合江海一系的五岳的政法和公安战线被一网打尽。不过万元成被双规和石建昌引咎辞职，还不是合江海最大的损失，司马北的出逃才是让合江海最痛心最无奈的事实，也曾让合江海背后痛骂司马北的胆小和无能。但骂也无济于事，司马北的问题在他出逃的一刻就定下了永远无法翻身的基调。不幸中的万幸是，万元成被双规也好，司马北出逃也好，都没有对何江海的地位带来任何冲击，他仍然是大权在握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接总理前来视察的董峰，何江海打定了主意，决定要在五岳市公安局长任命上好好的和夏想较量一番，如果不提名他的人，他宁愿让五岳政法和公安战线一分为二。下午，周鸿基正式向省委通报案情的进展，同时动身返回鲁市，准备就针对万元成的最终处理结果召开纪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周鸿基借此调查万元成和司马北问题的时机，发现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有证据表明司马北的出逃是省纪委内部人士暗中通风报信的结果，而此人赫然是和他最为不对付的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令传志。周鸿基心中狂喜，却藏在心底，准备等候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举将整个纪委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整个齐省在五岳事件之中，无数人物各有心思，邱仁礼是想调整人事，要提拔自己人到重要的岗位之上，也不枉在齐省一任，夏想也是如此，同时也有他为民请命撬动盐业利益的考量，其中又涉及到他和总理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李丁山、何江海、秦侃等等各个主要省委领导也都各有打算，但所有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人的想法，不错，正是孙锡民。身为省长的孙锡民一直太低调了，自从上任省长以后，既没有提出执政理念，也没有在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上有任何重大举措出台，低调到不符合一省之长的身份呢。虽说有过在燕省的滑铁卢，但毕竟也是一省之长啊，不至于如此内敛。都在猜测孙省长在齐省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高度呢？是呀，
作为反对一系人马的孙锡敏，究竟会在总理视察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而在其后，老谷的到来解开了不少谜底。与老谷的见面和谈话，让夏晓不仅对孙锡民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对总理即将到来的视察心中多了一分沉重。陪同老谷前来鲁氏的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3集，老谷的后手。在乡省第一次和军方势力接触，夏夏初步结识了一些军方的朋友，算是为以后更长远的一步埋下了伏笔。但来齐省，夏夏有意和军方保持距离，倒不是他怕重蹈乡省的覆辙，而是齐省状况非常复杂。因为齐省有两个军区，一是鲁氏军区，是全国七大军区之一，一是齐省军区，是正常的省军区。而除此之外，在品都市还有著名的北海舰队。齐省政治气候之复杂，国内恐怕只有岭南可以与之相比了。但问题是，岭南省委书记陈浩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齐省省委书记邱仁礼却不是。因此，邱仁礼在齐省的低调就完全可以理解。况且，与岭南很少重用当地干部所不同的是，齐省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齐省本土势力，几十年的历史沉淀不是一个省委书记就能一招打破的。要知道，齐省以前还有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呢。邱仁礼虽然名义上是齐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不是鲁氏军区的党委书记。不但鲁氏军区在他权限之外，就连北海舰队也在他的视线之外。再加上鲁氏和品都两个副省级城市，齐省有一半的势力在邱仁礼的控制之外。因此，合江海的做大也并非邱仁礼力有不逮，不过是无暇顾及罢了。再有一点是，在夏夏和周鸿基上任之前，省委副书记和省纪委书记两个关键位置也是何江海的同盟。甚至在孙锡民上任之前，前任省长邢端台和邱仁礼也是不和。由此，邱仁礼在齐省的日子虽说不是举步维艰，也确实是束手束脚。夏夏的到来等于是为邱仁礼打开了一扇广阔的大门。话又说回来，其实夏夏初来齐省更是立足未稳，所以一系列布局和手段才显得郑重而细致，并且在精心运作之下，同时也一直在借助周鸿基之手，充分利用周鸿基急于打开局面的迫切心理，及时而默契地接连踢球送到周鸿基的脚下，所图的还是联手先将局势维持住平衡再说。夏翔也完全认识到齐省政治气候的复杂，比齐省的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复杂多变多了。所以尽管他来齐省之后，许冠华也含蓄地提到介绍齐省军区和鲁氏军区的关系认识一下，
夏夏却委婉地拒绝了。在他还没有在地方上立足之前，暂时不想染指军方的事务了。只是他不想染指，别人未必也这么想，因为老谷此来鲁氏和夏夏想象中的为总理开路有点出入，似乎老谷此来另有目的。因为有许冠华同行，老谷来到鲁氏之后住在军区招待所，一切安置妥当才通知了夏夏。夏夏接到许冠华的电话还有点愕然，怎么许冠华也一同前来了？随即他脑中还闪过一个念头，许冠华此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护送老谷，以老谷的身份和级别自有警卫和随从，也不必出动一名将军随行啊，难道另有要事吗？夏书记，我和首长已经在鲁氏了，首长请你过来一句，方便不？许冠华的声音淡而有味。哦，首长有令，肯定要立刻落实指示精神呢。夏夏开了一句玩笑，冠华怎么也来鲁氏了？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接你啊。哼，哪里有这么麻烦呢？我又不是公干，只是到此一游罢了。许冠华知道夏夏有意问他的来意，就含蓄一点，尽快过来吧，首长在等着呢。老谷下榻的军区招待所不是齐省军区招待所，而是鲁氏军区，也间接说明老谷和鲁氏军区有熟人。想想也是，以老谷的级别，作为距离京城较近的一个大军区的鲁氏军区，怎会没有他的人手呢？因为和老谷的会面，夏夏只身前往，不带秘书和司机，而是自己开车。鲁氏军区招待所有些年头了，从外面看十分的陈旧，但里面的装修和用具还是颇具档次的，沉稳之中彰显大气。老谷坐在宽大的沙发之中，夏夏敲门的时候，有许冠华开门引他进来，老谷纹丝未动，只是微一点头。想象来了，坐。和想象中老谷的表情有所不同的是，老谷似乎没有压力，虽然没笑，但很轻松自若的态度，还是让夏夏大感舒心。也许老谷不是总理的先行官吧。想想也是，老谷怎么可能为总理开路呢？也是上次古玉事件让他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老谷在他和总理之间的居中立场有了轻微的偏向。其实不然，老谷还是老谷，他居中不变，最符合他的性格，也最不为难。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老谷来到鲁氏，古玉却不在身边，夏夏就问，古玉没有过来吗？许冠华一脸黯然，本来想过来的，听说我来了就没过来。古玉也是的，好像我是坏人一样。夏夏没接话，也没话可说，老谷却是笑了。玉丫头啊，有时就是有点古怪啊，别理她好了，反正她有人陪啊。来来来，夏夏啊，坐我的旁边。岁月不饶人呢，老谷尽管保养得还不错，身子骨依然健朗，但离得近了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沧桑和白发。蓦然想起前段时间去世的石老，夏夏鼻子一酸，握住老谷的手说道，老谷，转眼认识您老十年了。老谷听出夏夏语气之中的感慨，笑着
拍了拍夏翔的肩膀。不要感慨了，我老了，总理也老了，总书记也老了，谁也逃不过时间这把杀猪刀啊。夏翔一下子笑了，老谷也说时间是把杀猪刀，很有意思。许冠华在老谷和夏翔面前非常低姿态，主动倒水，充当起了服务员的角色。夏翔也没客气，老谷更是坦然受之。喝了许冠华的水，又说了说古玉的行踪，谈到了古玉介入达财集团，准备在五月投资的产业地产时，许冠华有点不解。古玉对房地产并不太感兴趣，怎么突然间又想涉足地产行业了呢？不是房地产，是产业地产。夏翔强调地解释了一句，一脸笑意地看向了老谷。老谷摇摇头，哎，别看我，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们呐，都拿玉丫头当幌子，哼，我可是有意见的很呢。他摆手笑了笑，不顾许冠华在场，又说，冠华呀，你还是比夏翔的坏心思少了一点啊，你要是有他的鬼劲啊，呵呵，我也就放心你了。许冠华还是没明白什么，一脸愕然，谁利用古玉了？随即又怒气冲冲地说道，夏翔，古玉有你照顾，但你不许欺负他。我可没有欺负他呀。夏翔摇了摇头，我是为他好，产业地产是未来房地产的发展方向，现在抢占了先机，以后啊，一生都不愁吃喝的。玉丫头不缺衣少穿的，他能快快乐乐的就行啊。老谷板着脸，显然对夏翔打马虎眼有点不快。有些老人呢，毕竟和我交情深了，他也许也是出于对古玉的爱护，才让古玉来齐省的。你倒好啊，枉我对你一直关爱有加，你却利用古玉的单纯，让他淌浑水。居心不良啊。许冠华恼了，夏翔，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否则我跟你没完。夏翔无奈，老谷估计也是气不过，才故意拿许冠华来气他，只好举双手投降。老谷啊，你老就饶了我吧，我何曾对古玉有过一点利用和伤害的想法呢。哈哈，产业地产真的可行吗？老谷终于得意地笑了，冲许冠华摆了摆手，意思是让他稍安勿躁。许冠华多少醒过味儿了，嘿嘿一笑，不说话了。他知道首长拿他当了挡箭牌，用来对付夏翔，实际上一老一少是在借机过招。老谷的问话表明，他对夏翔安排古玉介入达财集团的投资大计，用以还手总理的做法虽有不满，但也并不是全盘反对的态度，相反似乎还有乐见其成的一面。达财集团准备投资百亿，百亿资金肯定是要见经济效益的，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政治较量啊。夏翔肯定地回答，而且地质公园形式的产业地产很有意思，古玉应该觉得很好玩。几亿的投资投下，就是觉得好玩吗？或许说出来有点故作惊人之语，其实对于古玉而言还真是如此。老谷欣然了，夏翔的话还是说到他的心坎里，
他虽然也在意下乡和总理之间的较量，但相比之下，谁也不如古玉在他心中分量重啊。孙锡民到京城啊，还特意拜访了我。老谷终于说到了正事，意味深长地看了夏想一眼。不得不说呀，你走到哪里啊，都能引人注目。孙锡民对你啊，可是很有想法呀。孙锡民和老谷并无交情，此去京城时间如此仓促，还特意抽出时间去拜会老谷，还真是有心了。夏夏自然好奇孙锡民的用意是什么。啊，孙省长也真是有心了呀。不过我好奇的是，他和您并不熟识，您怎么就和他握手了呢？言外之意自然是孙锡民想见老谷未必就能见得到。老谷呵呵地笑了。哈哈，你这个小滑头啊，有话呀就不能直接说吗？倒不怕告诉你啊，孙锡民和我见面呢，是总理引荐的。果然，夏翔愣了一会儿神，又会意地笑了。总理改变主意了？又一摇头说道，不对，总理不是改变主意，是改变策略了。难道总理来齐省不视察五岳了吗？老谷拍手叫好，猜对了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4集总算来了。夏翔一连串的布局虽然并没有直接从上层入手，而是只从齐省着眼，甚至从一个并不起眼的五岳市开始，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并没有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才仅仅是开端，却已经震动了一些深知事件背后用意的人物，还是大人物。也不得不说，夏翔的手腕确实高明，比他担任省纪委书记时尽管温和了许多，但暗藏的杀招更加致命，后果更严重，更有不言而喻的威慑力。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夏翔的政治手腕更纯熟了。不纯熟不行，他现在是省委副书记，身份不同了，正式步入了正部级候选人的行列。而且他现在面临的局势更复杂，人物更高层，必须要做到圆润而无可挑剔。政治斗争到了一定层次，其实就是布局的较量，比拼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还有各自调动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影响力。夏翔才是一个省委副书记，距离省长还有一段距离，更遑论国家领导人的高山了。他只能选择步步为营的保守手法，以免被人抓住漏洞。还有毕竟说来，他来到齐省才没有多久，连脚跟都没有站稳，怎么调动齐省资源和合江还硬碰硬呢？怎么十分硬气地对上头说不呢？他现在虽然身属家族势力，但并不是真正出身世家豪门，没有当年敢为天下先的打黑唱红的一往无前的政治魄力。政治上的魄力不是想牛气就能牛气得起来，没有实力，没有势力，牛气的下场只能是一免到底，成为牺牲品。
夏想在总理前来齐省视察之前布置了许多后手，也想好了不少应对之策，却没想到老谷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总理改变策略了。当然，总理改变了策略，夏想不会天真的以为总理退让了，而是总理审时度势，针对他的布局迅速调整了部署。换言之，他即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总理不按常理出牌，夏想早有体会。物价飞涨时，总理突然前往燕市视察，某地发生突发事故，总理中断会议，紧急前往慰问，如是等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总理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天南地北最需要的地方。您老说话别说一半呀。夏想等着老谷的下文，不料老谷只说了一句之后就一脸笑意闭口不言了，他只好开口再问。我的话说完了呀。老谷站了起来，背着手来到窗前。孙锡敏在总理的引荐下呀，在我的院子里喝了一壶茶呀，说了半个小时的话。他和总理一问一答，就说出了在齐省视察的行程，就是在鲁市和品都市走一走，其他地方啊不去了。夏想似有所悟，又问，孙省长何必非要和您见上一面呢？又一想，恍然大悟，总理是想向孙省长示好，借您老的手为孙省长的下一步埋下伏笔吗？许冠华在一旁笑了。哈哈，夏书记，你可真神了，什么都猜得中啊。夏夏笑道，哈哈，我可一点也不神了，哪里是猜到的，是老谷暗示的。总理在齐省所下的筹码可真是不小啊。一开始夏想还疑惑，为什么总理要引荐孙锡民和老谷认识，孙锡民并非总理一系的人马，总理此举似乎无的放矢，但因为许冠华的存在，就让夏想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点，作为国内政治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之一的总理，他引领孙锡民和老谷见面，是想让老谷引荐齐省军方和孙锡民认识，是为孙锡民在齐省下一步接任总理埋下长远的一局。总理力挺并非平民一系的孙锡民，可谓目光长远，并且用心良苦，或者说还真是将所有筹码都下在孙锡民的身上，认定孙锡民在齐省最终肯定得以顺利辅政。孙锡民得两系势力的相助，如无意外的话，扶正还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此，孙锡民必然会对总理心存感激，对总理在齐省的利益必定不遗余力的维护。夏想不由不心中感慨，孙锡民就算得不到老谷的亲口一诺，但因为总理用心至诚，他必然会对总理的事情时刻放在心上。也难怪在五月的问题上，自他从京城回来之后立场就保守了许多。齐省的局势将会更加复杂了，万一孙锡民继续向河江海倾斜，再将周鸿基也拉拢过去，那么先前的努力不能说付诸东流，也差不多前功尽弃了，或者说至少会让他再努力半年以上才能挽回损失。眼下周鸿基的立场就成了关键之中的关键了。知道就好啊，知道就好啊。老谷笑呵呵地说了一句，走，出去吃饭。老谷的提前到来透露给夏想的是一个重大而惊人的消息，但夏想就是夏想，不会因为意外变故而心慌意乱，
镇静自若地陪同老谷前去吃饭。老谷在路上还对许冠华说道，冠华呀，虽然夏夏比你小啊，但他还是比你沉稳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审》。事情总有解决之道，烦恼无用。夏夏虽然听到不太有利的消息，却轻装上阵，也让许冠华对他暗暗赞许。不出夏翔所料，老谷果然有埋伏。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军人，一个是鲁氏军区的副政委胡存富，一个是齐省军区的司令员费志栋。也不管夏翔是不是同意，许冠华热情洋溢地为他介绍的胡存富和费志栋认识。夏翔不想和军方接触也不行了，只好客气而热诚地和两人握手寒暄。胡存富身为大军区副政委，是中将军衔，但年纪却不大，只有56岁。不出意外的话，他有望升任鲁氏军区政委。费志栋更年轻一些，不到50岁，少将军衔，身为齐省军区司令员。因为资历比省军区政委聂建豪稍浅一些，没能担任省委常委。二人都对夏翔到来十分热诚，是否发自真心先不说，他们的态度至少说明老谷对他们的影响力有多重大。老谷就是夏翔人生道路之上的另一盏指路明灯。都各自落座之后，老谷居中一坐，只是一脸笑眯眯的表情，不多说话，只有许冠华从中介绍几人，并且调动气氛。夏夏经过和许冠华的来往，以及和张晓的生死之旅，也有多年和老谷打交道的经历，现在和军人结交已经颇有一套心得了。不多时就和胡存富、费志栋打成了一片。胡存富和费志栋对夏夏由一开始的礼节性认可，到一番交谈之后初步建立了好印象，也得益于许冠华不遗余力的对夏翔的宣扬。当然如果夏翔没有事迹也没得吹捧啊。主要也是夏翔一路被人追杀的经历，即使是胡存富和费志栋也是从未切身经历过的热血沸腾的非同寻常之事，都非要让夏翔讲讲中间的细节。夏翔见二人被他十足吊起了胃口，也就挑了最惊险的一段讲了出来。只听得胡存富和费志栋拍案叫好，连说太精彩太刺激了，气氛就达到高潮了。一顿饭足足吃了2个多小时，饭吃的时间越长就证明了一点，话谈的投机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冷场的话早就散伙了。老谷自始至终就如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只看着几人打成一片，他就如泰山一样岿然不动。今天的饭局吃的不是饭，是老谷的精心安排的一出大戏。夏夏多少猜到了什么，但不敢肯定。等饭局结束的时候，许冠华终于点了题。估计夏书记啊，在齐省能待上3-5年的，倒是胡政委也去赴了，费司令员资历也够了，齐省就是好地方了呀。夏夏含蓄的一笑，看了老谷一眼，老谷回应他微微点头，至此他才醒悟过来，也心中感动。总理明明亲自出面让老谷照应孙习民，老谷究竟如何答复的总理他不得而知，但也没有必要知道了，因为老谷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一切。可以说老谷将他在齐省最得力的关系网借今天的饭局一览无余地摆在自己眼前，就是要告诉自己
希望自己在齐省能走得更远，担任省委书记或许好高骛远了一些，但在齐省直接迈上正步之路，应该还算是不太遥远的目标啊。由军方大员支持，至少能让他在齐省面临本土势力倾压时多了底气和底牌。和胡存富、费志栋握手告别之后，夏霞想送老谷回去，老谷摆手说道，不必了，你去忙吧，我还有事呢，要去一趟品都啊，要赶在总理到来之前将事情办好啊。老谷去品都，难道是去北海舰队吗？夏翔眼中闪过疑惑，老谷却摆手一笑，没你的事情啊，就不要乱猜了。有什么事情非得急着连夜出发呢？再说总理不是两天后才来吗？时间上也完全来得及呀。夏翔见老谷故作神秘，也不好再问，只好挥手告别。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还真应了一句老话，姜还是老的辣。老谷连夜前往品都，第二天一早就又返回，而原定于两天后前来鲁氏的总理突然就提前了一天来齐省视察。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在各方势力纷纷浮出水面之时，总理的来访为原本已经初见曙光的齐省局势再次推向了未可知的境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5集，等待已久的转折点。周鸿基起身相迎，将孙锡民迎了进来。孙省长，请坐。周鸿基一脸热切，还亲自倒了一杯茶，递到孙锡民的手中。孙锡民却微微皱眉，心里多少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周鸿基对他太客气了。以他和周鸿基之间的关系，太客气了，反而不是好事，因为客气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疏远，是公事公办的不带私人感情的热情。应该说在五月问题上，他和周鸿基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依照常理，他身为省长不应该过问省纪委的事务，但从他和周鸿基之间的私交以及在齐省的共同利益来讲，他又必须介入五月的问题，因为五月的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总理此来齐省本想到五月视察，只可惜市长司马北潜逃了。如果仅仅是司马北潜逃还好一点，偏偏周鸿基事先没有和他商量，直接就双规了万源城，就让总理的视察计划一下落空。总理怎么可能到一个市长潜逃、市公安局长被双规的地市视察呢？简直就是开玩笑啊。周鸿基怎么就不缓一缓再双规万源城呢？想要在齐省站稳脚跟，想要在纪委内部收权，也不必非要急在一时啊，完全可以谋定而后动。孙锡民就对周鸿基从五月直接将万源城带回省委的做法颇为不满，明显是为总理的视察制造难题。是呀，是因为他一个电话打出才让周鸿基一时有豫，结果导致司马北的出逃。
但问题是，谁也无法预料事态的进展，也不能全怪他不是。再说了，他不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吗？孙新民相信，总理的视察肯定会打破齐省目前的僵局，让整个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方向发展。因为有理由相信，总理对他的提携将会不遗余力，而他在齐省根基越稳，不也是对周鸿祎越有利吗？周鸿祎急于打破局面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要当了下下的枪才好啊。何江海已经准备退步了，他还想怎么着呢？难道还想将何江海也掀翻吗？合作才能双赢啊，否则最后有可能落一个两头不落好的悲惨下场。孙新民就决定在总理即将到来之前和周鸿祎摆事实讲道理，避免他在投机取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鸿祎啊，从根本上讲啊，我们终究还是要和江海联手的，和下相合作这是权宜之计啊。孙喜明也没有兜圈子，直话直说，总理对你啊也是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在齐省做出成绩啊。我在京城听到总理亲口对你赞不绝口啊。再有，江海刚刚也表达了合作的意愿，虽然前段时间闹得有点不愉快呀，但相信随着总理的视察呀，齐省还会恢复原有的平静的。原有的平静的意思是说，何江海继续做大，而孙喜民和周鸿祎作为另一支势力也随之崛起，双方精诚合作，借视察的东风压制下相一系。周鸿祎不说话，只是微微点头，轻轻喝了一口浓茶。他有喝浓茶的习惯，浓茶虽然有点苦涩，但却提神并且让人清醒。实际上不管是双规万元城，还是做出和下相互相呼应的重大决定，自始至终他一直清醒得很，没有一点冲动和失态。孙喜民和他系出同门，有天然的共同利益，但并不是说他一定要事事和孙喜民保持一致，他有自己的行事手法和计划。现阶段和夏相是在暗中合作，他也清楚夏相是在利用他的手来撬动何江海的利益，但话又说回来，他何尝不是利用夏相之手来为自己破局呢？周鸿祎的骨子里和夏相为民请命惩治贪官的理念不同的是，他想在纪委书记任上也如夏相在乡省之时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反腐风暴，所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踩着无数贪官的尸体上位。他有激情，有敢作敢为的一面，而孙新民因为燕省一任上引咎辞职，上任齐省省长之后凡事太过保守。在对待何江海的问题上，其实先前他和孙新民之间已经有过一次深入交谈，孙新民的意思是徐徐吐之，一点点让何江海认识到他必须平等合作才有出路，而他则主张用实力说话，用强硬的手段迫使何江海低下高傲的头。当时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气氛还算轻松，并未有任何不快发生，但实际上之后他和孙新民就基本上各自为政，孙新民依然低调的不像一个省长，他却开始出手，直接就触动了何江海的底线。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推断，当他触及到何江海核心利益之后，何江海也没能拿他如何，而且还主动摆出让步的姿态，就让他十分鄙夷何江海的为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现在他已经初步掌握了主动，孙喜民还劝他收手岂非笑话呢？
总理视察齐省是总理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总理对他寄予厚望一说，他才不会信以为真呢。一年后总理就退下了，还能有多大的发言权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审》。他又不可能一年后就迈进一步升到正部，因此寄予厚望一说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了。总理拉拢孙习民又没有拉拢他，况且他并不在意总理是否向他示好。孙习民的话就没有在他心中激起波澜。再说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再让他收手，哼，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孙省长，吴越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处置就难以为继的程度了。身为纪委书记，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在眼皮底下而不去过问吧，那是失职啊。周鸿基的语气很轻，但立场很坚定，并没有对孙习民苦口婆心的劝告做出积极的回应。下一步啊，纪委会彻底查实万源城的所有问题，而且在司马被潜逃的问题上，纪委内部有人为他通风报信，也要彻查清楚。孙习民大失所望，周鸿基不但没有一丝退让和收手的迹象，反而还要变本加厉的大打出手。是被夏夏蒙蔽了双眼，还是他太过急功近利呢？非要在齐省折腾出大风大浪不肯罢休吗？孙习民站了起来。鸿基啊，齐省政治气候十分复杂呀，还是要求稳才能求发展呢。周鸿基点头。孙省长说的是，我会认真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才能走好呢。话说得很诚恳，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诚意。孙习民知道他已经无法说服周鸿基了，心中无奈地想，周鸿基自认翅膀硬了，想要展翅高飞了，也好让他自己飞一飞，碰了壁被风吹断了翅膀，他才知道搏击风浪光靠一腔热情和激情还远远不行，不摔倒一次还真难成就大气啊。孙习民回到办公室还隐有怒气，和周鸿基的不欢而散的谈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以为周鸿基多少会敬他三分，不想连几句客气话都欠奉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呢。总理马上就要抵达鲁市了，孙习民收拾东西准备前去迎接，何江海又敲门进来了。孙省长，有件事情要向你汇报一下。何江海一脸神秘。总理提出一个小要求，希望我们配合一下。孙习民微一点头。好啊，江海你说吧。如果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分析孙习民和周鸿基之间的一次看似寻常的对话的话，会延伸出许多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就当事人而言，并未意识到此次谈话会对今后的齐省局势带来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更让孙习民始料不及的是，总理的视察出现了出人意料的一幕。总理来了，总理终于来了。以邱仁礼为首的齐省省委全体常委以及政协人大主要领导在机场隆重迎接总理一行。陪同总理视察工作的有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和其他重要人物。总理此次视察随同人员并不多，颇有轻车简从的意思。一下飞机
就亲切地冲众人挥手致意。同志们辛苦了，本不该惊动同志们来接济的，任力同志和席民同志太热情了呀，但我还是要批评你们一句啊，太兴师动众了。总理依次和众人握手，每个人的名字都能脱口而出，就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受重视。和夏翔握手的时候，总理特意多停留了一会儿，上下打量夏翔几眼。我说夏翔同志，我认识你也有几年了呀，怎么你一点也没变变样子呢？以你现在的年龄，也该胖上一点了，没想到还是这么瘦啊。哈哈哈，好好好，瘦了好啊，证明为国为民操劳啊。夏夏只好谦虚的一笑，啊，我做的还不够好，请总理多批评。哈哈，批评你做什么呢？你可是不少人的榜样啊。总理一笑，周围人等都附和着一起笑了起来，在烈日晴空之下，笑声就如阳光之下的阴影，颇有意味深长的味道。都以为总理会直接到省委落脚，先召开一次小范围会议，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视察工作。敲定的行程也正是这样安排的。不料，总理并没有先去省委，而是直接去了省盐务局，以总理之尊看望了一位孤寡老人。很有意思的开篇呢，谁都清楚的一点是，总理此举隐含强烈的暗示，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前往盐务局并非总理主动开口，而是由孙习民节外生枝突然提议。然而更有转折味道的一幕还发生在后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6集，十分难得的机会。孙习民来到齐省之后，一直低调到让人忽视了他的存在，但今天在机场上的溢出却有突然发作的迹象，就让不少人都暗暗震惊。礼节过后，总理正要上车前往省委，其他人都准备等总理上车之后也随同其后。邱仁礼甚至已经目送总理上车，一切准备就绪。忽然孙习民越众而出，超过邱仁礼，一步来到总理的面前。官场之上，规矩大过天。在顺序上，孙习民身为省长是二把手，断然不能越位到邱仁礼的前面。或者说，在和总理会谈的时候，孙习民连抢先说话都是失礼。邱仁礼显然没有想到孙习民会有反常之举，愣了一下，微微皱了皱眉。就连夏翔也不知道孙习民来的是哪一出，他先是看了孙习民一眼，然后目光所及之处是周鸿基微带疑惑的表情，心中就是一跳。莫非孙习民的举动事先没有和周鸿基通气吗？再看到何江海的笃定，夏翔就更坚定了判断，孙习民此举不管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至少他没有事先征求周鸿基的认同，也就是说孙习民单独和何江海走近了。局势越来越有意思了，如果孙习民和周鸿基之间有了无法掩饰的分歧，倒还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啊。
而随后发生的一幕更加证实了夏夏的猜想。所有人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看向了快步如飞走向总理的孙锡民。只见孙锡民来到总理近前，小声说了几句什么。总理先是微微惊愕，然后若有所思的片刻，就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总理身边的随行人员俯身听取总理的指示精神，随即又快步来到邱仁礼面前说了几句什么。邱仁礼的脸色立刻轻微地变了一变，想说什么又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点了点头，随即转身面向身后的一刊常委，传达了总理的新的指示精神。经孙锡民同志提议啊，总理要先去拜访一位百岁寿星，会议延后啊。总理常有意外之举，并不惊奇。齐省素有长寿之省的说法，齐省省内更是数个闻名国内的长寿村，村中百岁老人有十几位之多。而中华民族一向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总理不开会不赴宴，先去拜访老寿星，是好事也是美谈呀。鲁氏的长寿老人有很多，省委大院就有一位，而且达到了百岁高龄。总理却不去看望，而偏偏要去盐务局看望一位不到百岁的百岁老人，舍近求远不说，而且还有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深层含义啊。谁不知道夏翔一来齐省，和河江海之间发生矛盾最早就有原盐务局副局长鲁成良引起的。而现在鲁成良虽死，余波还在。而且可以明确的是，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政治斗争都会围绕着盐业的问题而继续扩大化。总理到盐务局看望长寿老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就是暗指齐省盐业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不但要发展，还要有长足的发展，更要长寿。很有意思的插曲啊，秦凯眯着眼睛看了孙锡民几眼，然后目光一转落到夏翔的身上。夏翔并不说话，按说以他现在的省委副书记的级别，也有说话的资格，甚至更进一步讲的话，以他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也有足够进言的理由。但他沉默了，因为有时想要达到目的，未必非要事事亲自出面呢。有人出面就行了。夏翔的目光在周鸿基和孙锡民之间来回跳跃几次，正好周鸿基向他投来含义复杂的眼光，他就冲周鸿基微微一笑，还点了点头，然后又微不可察地做了一个手势。正是他的这个手势让周鸿基不再迟疑，立刻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屈步向前，越过秦侃和夏相，又越过邱仁礼，径直来到总理和孙锡民的面前。此时总理正准备上车，见周鸿基意外过来，又停止了上车的动作，微笑地看向了周鸿基，静等周鸿基的开口。不得不说，总理的态度很是和蔼，姿态也非常平易近人，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但总理的高姿态并不代表孙锡民也有高姿态，他脸色一变，出人意料地挡在周鸿基的面前。似乎他预料到周鸿基会有影响大局的意外举动一样。周鸿基低声和孙锡民说了几句什么，因为离得远，谁也听不真切，明显可以看到孙锡民脸色很差，许多人开始面面相觑，不明白孙锡民和周鸿基本是同盟，现在在总理面前上演的又是什么闹剧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从远处观看，总理站在车旁，孙兴民和周鸿基站得稍远一些，三人似乎在上演一出无声的哑剧。又过了一会儿，总理似乎向身边人说了一句什么，就有人出面化解了孙锡民和周鸿基的对峙。周鸿基被引领到总理的面前，还是恭敬地说了几句什么。尽管离得远，听不到声音，但所有人都目睹了真切的一幕，总理的脸色变了一变。虽然轻微，但在场众人都是老官场了，察言观色的本领都是一流，就立刻明白了一点，周鸿基的提议让总理不高兴了。怎么会呢？所有人心中都闪过了疑问，孙锡民和周鸿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谁不心里有数呢？周鸿基又是犯了什么毛病，当着总理的面和孙锡民唱反调，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就不得不令人三思了。夏翔和邱仁礼对视一眼，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何江海的目光落在周鸿基的身上，除了不满之外，还有无尽的愤恨。大概过了几秒钟，总理只是冲周鸿基微一点头，转身上车而去，未发一言。孙锡明也转身离去，没再理会周鸿基，扔下周鸿基一人呆立当场。总理的车一发动，后面的车就都发动，并且按照顺序排开，紧跟其后。夏翔并未上车，而是大步流星地来到周鸿基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周鸿基才如梦初醒一样，感激地冲夏翔点了点头。谁都看出了什么，但谁都不知道的是，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不管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各项工作还是要保证顺利完成。总理拜访了寿星，说了许多住院的吉言，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问退休金的发放是否及时，晚年生活是否美满。寿星说了些什么新闻上不会播放，但如果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在新闻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省盐务局局长汤世成喜笑颜开，紧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为总理介绍寿星老人的情况。而省委书记邱仁礼则站立一旁，虽然也在笑，却如同置身事外一样。就连省长孙锡民也比邱仁礼热切，不过也有人看出了端倪，不是邱仁礼不够热切，而是邱书记有意被疏远了。以汤世成的级别，平常断然见不到总理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就连省委书记也难得一见，却借总理视察寿星的大好机遇，不但在电视上大大露了面，还和总理近距离接触，可谓出尽了风头。当然，仅仅是他个人出风头还不算什么，平常很少在新闻上露面的省盐务局也一下成了热点。鲁氏寿星老人多了，总理偏偏只拜访省盐务局的寿星，就让盐务局在经历鲁成良事件负面影响之后大感扬眉吐气。总理视察其省第一弹，初见威力，盐务局气势大涨。随后，总理一行到省委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其省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理着重指出，其省经济结构很完善，虽说还有改进的空间，但还是要以稳中求进为主，没必要大幅迈进。冒进的代价对于经济强省其省来说，万一失策得不偿失。制盐业是其省一大产业，
一定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打造出有齐省特色的制盐市场。最后，总理强调，国务院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是一贯的立场，下一步会继续推进限购，对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调控，务必让房价降到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房子的地步。总理的一系列讲话目标明确，大刀挥下。第一刀，对孙锡民的保守的执政理念表示了肯定。第二刀，对想动制盐业的下乡敲响了警钟。第三刀，对达财集团即将在五月展开的投资设置了一个高高的门槛。下乡早有预料，所以岿然不动。总理的三板斧对他而言并无新意。实际上，总理的讲话也并不能左右齐省政策走向，但象征意义重大。当然，总理的视察还会对一些中间力量的立场造成不小的冲击，但事情往往有利则有弊，也正是因为总理的来访，才让孙锡民和周鸿祎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并且只差一步就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只需要轻轻一推，整个齐省局势就会有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大变。作为很清楚其中利害关系的下乡，此时已经伸出一只手，只等时机合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向前退出。下午时分，总理已经结束了在鲁市的视察，决定前往品都，但刚刚接到老谷电话的下乡为了拖延总理的行程，打出足够的时间让老谷在品都布局，当着众人的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只一个问题就让总理立刻决定改变行程，暂时留在鲁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7集，最后的摊牌的时刻。初夏的天气已经微有热意了，鲁市比京城向南向东就比京城更温热一些。夏想坐在下手，眼前茶杯中的茶水已经冰了下来，他没有端起要喝上一口的心思。总体来说，总理的视察和预期的效果相差无几，但中间多了曲折和插曲，也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惊喜。不错，确实可以称之为惊喜。尽管说来，实际上是针对他的还手和布局。齐省的局势，在总理落地的一刻，就有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毫无疑问，总理在京城之行之后，在和周鸿祎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分歧渐大的情形之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在齐省顺利辅政，及时调整策略，在向总理靠拢的同时，终于坚定地和何江海联手了。如果说孙锡民全面倒向总理，并且和何江海同盟的立场对下乡来说不是利好的消息的话，那么周鸿祎在机场上突如其来的一手反制，不但出乎他的意料，也让他暗自欣喜。因为周鸿祎和孙锡民渐行渐远的话，将会对整个齐省局势产生深远而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周鸿祎身为省纪委书记，拥有许多厅级干部的调查大权，更因为他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和孙锡民
拉开距离，对孙习民是不小的打击，对何江海也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利。周鸿祎的立场对下一步齐省局势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因为现阶段许多事情都集中在省纪委，万源城的事情，司马北的幕后等等，是否深入调查下去，对何江海一系事关重大。其实夏夏当着众人之面向总理提出的问题既不深刻也不重大，只有一句话：总理，我有工作要汇报，是不是方便？当时还有不少人对夏夏的提议大感意外和不解，有工作汇报很正常啊，何必非要摆到明面上呢？总理视察期间，不一定有多少人暗中要积极主动地向总理靠拢和汇报工作呢，事情都不会做到明处，只有夏翔有意思，当众提出，莫非另有目的吗？更有人认为夏翔哗众取宠，总理未必会理会他的请求。不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总理几乎没有思索就一口答应了，不但让孙锡民十分不解，就连何江海也是十分震惊，总理也太高抬下相了吧。是的，总理就是高抬下相，因为下相当众喊话意义重大，就让总理必须重视下相的姿态。外人都不清楚的一点是，别看下相目前在齐省所作所为和总理的意愿背道而驰，实际上总理和下相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远超外人想象。夏相并非对总理全然仇视，甚至可以说他对总理恭敬大于排斥，但在具体事情上他又不得不必须为之。而总理对夏相既想拉拢又想纳入体系之中，可惜的是夏相先是倒向家族势力，后又贴上团系的标签，虽然身上还有不可磨灭的平民情怀，但情怀虽在，却无法改变身属不同阵营的政治现实。但话又说到深处，总理对夏相虽有打压之意，但并无要将夏相一拍到底的心思。具体到齐省盐业问题而言，想要的无非是夏相的退让和收手。和夏相在乡省时不遗余力地推动叶天南落马不同的是，叶天南是总理着力培养的后备力量，是利益之一，却不是核心利益。而盐业则涉及到了总理的核心利益，因此在乡省闹得虽凶，总理一直未出京城，但在齐省仅仅开端就风声大作了。夏相并非仅仅是为了留总理滞后一步才向总理喊话的，他也确实有话要和总理谈一谈，是真正的面对面的深入交谈。他和总理之间必须开诚布公地就一些事情交换看法了。省委一间不常用的会议室打扫收拾一新，暂时充当了总理的落脚点。夏相坐在总理下手，耐心地等总理忙完手中的工作。总理正在低头翻看材料，足足看了近半个小时，一直没有抬头说一句话，也就是说晾了夏相半个小时。晾一晾也正常啊，谁让他惹总理生气了呢？夏相最大的优点在于耐心和从容，再说他在总理面前也没有资格要求总理如何呀，就十分端正地坐在沙发之上，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一心等总理开口的一刻。终于等来了，总理放下手中材料，温和的一笑：哈哈，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事情太多了呀。夏相啊，你也算是一个老朋友了，肯定不会觉得我故意冷落你，是不是？夏相忙恭敬地笑道：总理客气了，
您肯听取我的工作汇报，是我的荣幸啊。总理却没提工作的事情，若有所思地问道：古老提前一步来了鲁氏，现在他人在哪里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老谷已经回到鲁氏了，但在品都还有一个布局还没有全盘完成，还需要半天时间，所以得到老谷只是精神之后，夏夏才主动拦下总理匆匆赶往品都的脚步。老谷为什么在总理到来之后没有露面呢？夏夏不得而知。其实以他的所想，以老谷和总理的关系，不必再在人前见上一面。不过到了一定层次的国家领导人，许多时候做事情要考虑到象征意义，总理估计很需要老谷在其省公开场合和他一起露面。还真不知道古老的行踪呢，我就和他见了一面，吃了顿饭之后，他老人家说是游山玩水去了。夏夏没说实话，也肯定不会说实话。总理呵呵一笑，哈哈，古老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呢，我一直视他如兄长一样，希望他老人家长命百岁，事事吉祥啊。说了一气吉祥话，又语气一跳。夏夏啊，其实我对你有一个问题一直十分好奇啊，你能不能对我说真话呢？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夏夏肃然，一定，请总理吩咐。若是以前，夏夏的姿态或许还会让总理心生欣慰，但现在他了解夏夏为人之后，对夏夏表面上的应承和恭敬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摆手说道：现在没有第三人在场啊，你也不必拘谨的。在夏夏进来之后，总理挥退了所有的人，偌大的办公室中只有他和总理相对而坐。认识总理时间也不短了，还是第一次和总理近距离并且单独的面对面，他就知道是要谈一些深入的话题了。毕竟他和总理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双方，不比他和反对一派之间曾经有过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和总理之间虽有过冲突和矛盾，但一直都没有突破底线，也没有撕破脸。总理站了起来，他的表情有点沉重，缓步来到夏夏面前。夏夏在总理站起的同时也及时起了身，他比总理要高上一些，近距离看到总理白发和皱纹，心情也是莫名的沉重。夏夏啊，你还记得你以前经常引用的林公的两句话吗？总理语重心长地问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的自警诗句。是当时林公被遣赴新疆伊犁，在西安与家人告别时所作，是真正的生死离别之时的内心的真实写照，绝非只是随口一说用来拔高的口号。但在今天，引用此句的人很多，但又有几人在真正面临国仇家难时能完全做到岂因祸福必趋之呢？无数的裸官只身一人在国内担任要职，妻儿老小全在国外，如果让他为国捐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奋不顾身，肯定是神话故事了。一个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留在国内，随时准备好了后路的官员，会是为国为民的好官吗？花天下之大计呀，怕是为的是别的国家别的人民吧。其实说来，夏夏已经有很长时间不用林公的诗句自勉了，
因为他发现他真的做不到，苟利国家生死以，不为别的，就为他不想无谓为一些贪官去赴汤蹈火，去舍生忘死。还不如他好好活着，哪怕少一些真诚，多一些伪善，只要能步步高升，能利用手中职权，在他权限之内拨乱反正，还百姓一片青天，就是他在官场之中左冲右突的最大意义所在。夏夏对总理的问题实话实说，记得是记得，不过现在很少说了，因为总觉得说出来做不到是很虚伪的一件事情啊。总理脸色微微一变，想了想又摇头一笑，你还是成熟多了呀，虽然才35岁，但毕竟已经身居高位了，成熟和圆润一些是好事啊。是好事也是悲哀，政治人物在面临巨大不公之时，越是冷静，就证明越成熟，同时官位越高，一步步向上攀爬的代价就是曾经的理想和志向都会在一次次升迁之中被磨灭，被消弭。总理，您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要问我吗？夏夏知道总理关键的问题还没有问出口，现在只是开胃菜而已。总理就是坐在旁边，夏翔也坐了下来，静等总理开口。总理沉默了小半会儿，终于问了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夏翔啊，在乡上啊，你和叶天南不对，是因为叶天南贪污腐败，可以理解你的所作所为啊，但你一来齐省，就准备触动齐省制盐业的利益，你想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夏夏知道他和总理之间最后的摊牌时刻到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8集，不平之声。夏夏级别不高，通常情况下以他的资历断然没有直面国家领导人的机会，但夏夏身份的特殊让他无形中拔高了高度，因为他身后站着的不仅仅是势力庞大，足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影响国内局势的家族势力，还有着力培养他的总书记。夏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着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加上连若汉不为人所知的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夏翔一人其实也拥有了隐藏至深的可怕的实力。即使是总理对夏翔真正的底牌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仅仅是家族势力和总书记支持的其一，就必须让他正视夏翔所作所为的背后是否有哪一方势力的支持。总理说对了一点，夏翔在乡省非要将叶天南拉下马，确实是他无法容忍叶天南的所作所为。虽然说实话，国内到了叶天南高位的省部级高官，谁不想方设法大捞一把，即使不为自己退位之后着想，也要为子孙后代长远计。而到了更高层，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层次，追求的高度就有所不同了，但再也不同也有
永恒不变的共同点就是权力和金钱。和权力容易过时相比，金钱在手更能给人安全感。再者，以国内现状以及社会的进步发展推断，国家的政治体制早晚会有改革的一天。真正有长远眼光的高层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开始了更长远的布局。所以，国内越来越涌现出庞大而有垄断地位的大型集团，不断蚕食市场，并且吞并弱小，不出20年，就有望形成无数商业巨头，或是某一领域内的资本巨头。因为，凡是目光长远的政治家都清楚，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决定政治的时代就会到来。到时，谁手中拥有更大的资本力量，谁就拥有了更有分量的发言权。或者更直接地说，等民选时代到来的一天之时，无数百姓翘首以待，以为拥有了真正的民主，举目四望，却蓦然发现，掌握了媒体和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无一不是商业巨头，无一不是高官权贵的后代。到时才会惊醒啊，游戏规则依然掌握在权贵手中，民选不过是换了一层皮的更有欺骗性的政治闹剧罢了。现阶段，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已经为长远大计布下了后路，都在着力培养下一代为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也没有一个平头百姓可以当选为总统的可能。参选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其实是在某一个时刻，夏夏在查阅了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和亲戚所从事的事业之后，再联想到以吴家为首的家族势力，才恍然醒悟，所谓平民势力，所谓家族势力，或是其他派别，其实本质并无两样，所追求的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掌握大权，谁掌握的资源越多，谁就是胜利者。国石油也好，国石化也好，电力也好，如是等等，都在产业结构改革中一点一滴被有些人吃进股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个人囊中之物。家族势力不过是更早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罢了，而后来者，一方面是家族势力为最大的对手，另一方面却在暗中效仿家族势力的做法，一点点将国内仅有的一些垄断行业的控制权据为己有。近年来，打破垄断的改革何其艰难呢？其实一想就明白，自己改革自己，从自己的口袋中掏钱出去，当然无比艰难了。夏夏正是因为看透了许多事情，知道凭他一人之力改变不了现状，但至少他可以融入，可以暗中推动事情向更光明、更明朗的一面发展，而不是加剧形成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在燕省，我赞成燕省钢铁重组和结构调整，是为追求一个公平的市场秩序。当时得罪了不少人呢。夏夏借以前的事情开题，燕省钢铁整合，他得罪的是家族势力。在七省啊，我触动制盐业的利益，也是出于同样的出发点，希望促进制盐行业的改革，让老百姓啊，都吃上放心盐呢。总理的目光很淡，语气也很轻。不只是七省，一省才产盐呢。七省一省产盐量占全国1/3强，七省平，天下定。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国务院正在着手制定盐业改革计划呀，已经提上了日程了，不必急在一时啊。总理很有耐心继续解释。盐业协会的一纸申片书啊，就能让发改委拒不向国务院提交盐业改革的意见，被改革者左右了改革者，不得不说呀，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而且一拖呀，就是一两年没有了下文。一两年的时间，又有多少老百姓吃尽了多少毒食盐呢？夏翔的问题逐渐深入，并且直指本质。任何改革呀，都不能一蹴而就，都有不小的阻力呀。国务院也在一直努力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呀，但收效不大。问题不在于国务院的推行力度，而在于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呢，想一举推动谈何容易呢？也必须承认总理的态度十分温和，语气也十分真诚，和夏翔几乎就是平等的对话。如果只以夏翔本人而言，总理的礼贤下士之举是对他的推崇和抬举，但如果算上夏翔背后的家族势力的话，总理对待夏翔的姿态就如和家族势力面对面谈判一样。既然总理也有意推动盐业系统的改革，我在齐省就用单薄的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不也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好事吗？夏翔的声音低沉了许多，似乎动了感情。总理，我出身平民，知道平民百姓的难处，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百姓面对着高考制度的不公，面对着高房价的压榨，面对特权车和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权，面对着嚣张狂妄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都可以忍，大不了回到家中，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房门一关也可以过安稳日子。但如果老百姓连安稳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买大米是有毒大米，喝奶是结石奶，油是转基因大豆油，好吧，都忍了，但家家必备的食盐之中也有有毒的添加剂。总理啊，升斗小民所图的就是身上衣口中食啊，民以食为天，当老百姓连饭都吃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天天要求百姓爱国，可是国家又有何德何能值得百姓去爱呢？又为老百姓真实做过什么实事呢？第一次夏翔在总理面前吐露了心声，直接而有力的疑问直指当今国务院第一人。总理沉默了，窗外的夕阳渐渐西斜，落日的余晖很美，很动人，只可惜正应了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说来认识总理时间也不短了，虽然也打过几次交道，但确实没有在一起面对面的交谈过，更没有如今天一样直接说出心中所想，发出了积攒在心中许久的不平之声。夏翔现在身居高位，以上所说的事情已经全部离他远去，可以说他现在已经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完全可以享受特权带来的种种便利，而且以他现在的能力保证所有亲人不受有毒食品的毒害，甚至保证所有亲朋好友都能享受到一定好处，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但夏翔不会真当自己是家族势力了，也不会忘本，因为他本身就出身于平民，和无数底层百姓一样，对国家充满了敬爱
和希望，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国家又回报了百姓什么呢？高额的税收也就罢了，忍就忍了，却连衣食住行都没有了安全感，不由他不发出内心的呼喊：我的祖国呀，你到底怎么了？怪不得只要有权有钱就会移民国外，纵观台上台下的名人们，还有几人是中国国籍呢？都是拥有外国护照的炎黄子孙呢。总理的沉默让夏夏心中也不好受，尽管他也知道其实总理在任上也做了许多实事，但国内各方势力的牵制太多了，想要办成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难如登天呢。沉默了也不知多久，总理长叹一声：哎，想想啊，我对你感受最深的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都无法改变的平民情怀呀。你的话呀我也深有体会，我们都需要退后一步，冷静地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呢？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啊。总理的话既是对他所说，也是想借他之口向身后人传达。实际上总理真猜错了，夏想介入盐业事务事先并没有征求吴老爷子的意见，是他一人所为。此次对话夏想不敢肯定他有没有让总理产生触动，反正他的话已经表露清楚了，总理所说的各退一步是否有诚意或有具体行动先不说，现在推动整个局势的关键点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而在周鸿祎的手上。此次视察总理疏忽了两点，最终导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从而让视察工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一点是总理没有意识到周鸿祎的立场的转变，第二点是总理没有想到夏想今天和他的对话含有双重目的，一是确实是想深入交谈一次，二是为老谷的布局拖延时间。事实证明夏想第一重目的有没有达到还要以观后效，第二重目的却是顺利地达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何必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69集，真要下注了。和夏想预料的一样，老谷在晚上就及时现身了，和总理见了一面，至于在哪里见面，谈了些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也懒得过问，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务暂时算是完成了。晚上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办，他要和周鸿祎见面。见面是周鸿祎主动提出的，说是要商议一下下一步针对五月问题的处置意见。不得不说周鸿祎的借口很一般，但夏想却能体会到他的迫切心情。因为现在的周鸿祎茫然了。周鸿祎在机场之上突发奇想，接连越位数人向总理面呈前往盐务局的负面影响，结果却无功而返。总理丝毫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而孙习民甚至还狠狠地批评了他几句，指责他不识时务。周鸿祎苦恼而茫然，他这是想告诉总理
现在盐务局是众矢之的，鲁成良之死，万源城被双规，以及司马北的潜逃，都多少和盐务局有利益纠葛。而且根据他手中掌握的证据，下一步还要盐务局相关领导到纪委接受问话。总理此时到盐务局看望所谓的寿星老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呢？当然他只对孙喜民说了实情，面对总理时只是含蓄一说。但不管是孙喜民还是总理，都对他的好心没有积极回应不说，孙喜民是愤然对他，而总理则是默然视之，就让他大感失落。周鸿祺心中苦闷难言，想了一想，问计于下相是眼下最佳的选择，他就主动打出邀请电话。下相接到周鸿祺邀请的一刻还犹豫了一下，虽然他很清楚当时在机场上发生了什么，既有周鸿祺初出京城天真的一面，又有他一心热切真心想提醒总理的一面，但却被孙喜民和总理误会了。此时正是拉拢周鸿祺的最好时机，但眼下时机非常敏感的，他和周鸿祺在总理尚在鲁市的时候私下见面，万一传到总理的耳中，说不定也会带来不必要的猜疑。其实以上并非下相真正担心的方面，让下相稍一迟疑的关键因素是通过机场一幕，他对周鸿祺又多了一层认识。和孙喜民步步为营的策略不同的是，周鸿祺胆大心细，出手时机准，是一个潜力极大的对手。夏香很明白周鸿祺此时找他肯定是要寻求他的帮助，帮助周鸿祺在最关键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确实也会收到雪中送炭的效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周鸿祺经此一事之后就会有一个蜕变的过程，所谓御风化雨，御雨化龙，正当其时。换句话说，他现在帮了周鸿祺，固然可以再次将有失控迹象的齐省局势摆平，但周鸿祺很有可能借他之手一飞冲天，从此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客。而周鸿祺和他毕竟不是同路人，暂时的眼前利益掩盖不了长远的原则性分歧。等终有一天周鸿祺坐到高高政治舞台之上时，或许就是他最大的政治对手。他再回首曾经拉周鸿祺一把之时的情形，是该庆幸他的眼光超绝，还是该苦笑养虎为患呢？夏翔只迟疑了几秒钟，最后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周鸿祺的邀请。因为夏翔知道他帮与不帮周鸿祺，周鸿祺总有突破重围的一天，不如好人还是让他来做吧。他在芝麻里面加点盐，顺势推上一把。在前往和周鸿祺会面的路上，夏翔接到萧武的电话。领导，李省长做动，宴请我和杨总、陈总一行，还有沈总也在。萧武及时向夏翔汇报了动向。说来惭愧啊，萧武、杨威和阿那陈三人来鲁市有几天了，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和他们坐一坐，也真是无语啊。主要也是事情一连串的发生，让人应接不暇。有李丁山出面也是好事啊，作为常委副省长，李丁山需要政绩，而萧武、杨威和阿那陈正有意来齐省拓宽市场，也需要省政府方面照应，双方都是下向信任的人，不存在沟通和尔虞我诈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以上消息还不足以让下向吃惊，随后萧武又透露了一个插曲，就让他一下子琢磨出了另外的味道。说来也巧啊，
正好遇到秦省长，秦省长很开朗啊，几句话一谈，就和我们凑成一桌了。萧武比以前有政治智慧多了，压低的声音说道：酒桌上打电话不方便呢，我就溜了出来，向领导请示一声，在秦省长面前说话是不是要注意一点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联想到秦侃向他借茶的一幕，夏向心想，秦侃可不是碰巧遇到啊，怕是有意为之。想想秦侃的为人也挺有意思，似乎他在齐省一刊常委之中最为特立独行，颇有当年梅生平的风采。当然和梅生平后台强硬有恃无恐无法相比的是，秦侃并无后台，他的特立独行恐怕是无奈之举啊。适当注意一下分寸就可以了，可以拉近关系，但投资问题最好别提。夏向只点了一点，相信李丁山也心中有数。刚挂断萧武的电话，还没有细想秦侃到底要在接下来局势之中站在哪一方，电话却又响了。真是事情多到让人无语啊，夏向随手接听电话。你好。我不好，夏哥哥，我很不好。宋一凡的声音轻灵地跳进了耳朵，就如初夏夜晚的一朵突如其来的小花，让人感受到夏天的美好。你有多久没来京城看我了？哼，我生你气了。林若翰敢直接反驳他的意见，敢不经他的允许自作主张决定一件大事，古玉敢冲他使小性子，敢晒他，但不管是林若翰还是古玉，都不如宋一凡敢不问缘由，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和他生气。小就是小的仗势啊，宋一凡在他面前可以永远保持一颗不老的童心。又怎么了？夏向呵呵一笑。你想来鲁氏就尽管来好了，又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说说看，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我，我就是想你了。我要毕业了，刚刚在想是留在京城工作，还是到鲁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我要你说。宋一凡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宋一凡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最适合的工作还是做学问研究，他在京城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鲁氏的文化氛围毕竟比不了首善之地，但女孩的心思夏想岂能不知呢，只好无奈说道：我最近恐怕没时间去京城啊，你要想来鲁氏随时欢迎。好吧，就先饶你一次，等我完成毕业论文之后就去鲁氏找你。你可是答应了要陪我爬一次泰山的，不能说话不算话。宋一凡咯咯笑了一气，不等夏向说话迅速挂断了电话。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爬泰山了？夏向才意识到上了宋一凡的当，急忙辩白一句，话说一半又停了下来，因为他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也实在是没有意思。摇了摇头，索性不再去想古怪精灵的宋一凡。凡丫头想来鲁氏他也阻挡不了，就由他去吧，只要他开心快乐就好。有宋一凡，又想到宋朝都，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和宋朝度联系，听说他一直忙于跑动下一步，经常奔波在即将和京城之间，忙得不可开交。想想也是，宋朝度按资历和年龄都有机会前进一步了，明年的换季
他的目标自然是政治局。有同样诉求的还有陈峰，距离明年换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现在就要提前进入状态了。以陈峰和宋朝度的为人，以及他们在京城的人脉，想要进局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毕竟二十几人的政治局是每一个正部级高官都向往的神圣之所在。但是他认识的省委书记之中有资本进局并且有活动能力者，除了陈峰和宋朝度之外，还有邱仁礼。所以由此推断，邱仁礼在齐省需要政绩，需要政声，需要一次有力的动作来证明他在齐省一任之上有所作为。就当此次和周鸿基的见面为今后的长远埋下伏笔吧。无巧不巧，周鸿基约夏想见面的地点也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和周鸿基之间也算有过一两次默契了，就少了寒暄和客套。夏想一进门，周鸿基起身相迎之后，刚一坐下就直奔主题。夏书记啊，我想调整监察厅一名副厅长的工作，希望得到你和邱书记的支持啊。周鸿基目光炯炯地直视夏想的双眼，期待夏想的回答。夏想笑了一笑，哈哈，省委一向支持省纪委的工作，我也一向支持周书记的工作，不过……轻微一停顿，他也坦然回应周鸿基的目光。现在正值总理视察期间，不宜有大的动作呀，我个人意见是，等等再说吧。哈哈，要的就是夏书记这句话呀。周鸿基自得的一笑，我知道现在时机不对呀，再说调整副厅长还要上常委会研究，总理在，省委可没有时间召开常委会呀。不过省纪委掌握了大量证据，可以将五月问题摆到明面了。夏想心中大跳，周鸿基真要下注了吗？如果是真的话，周鸿基还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啊。夏想猜对了，比起叶天南的当机立断的优点，周鸿基最大的优点就是审时度势，并且敢想敢做。他随后出其不意的出手，不但让齐省局势大变，也让总理勃然大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作者何常在，演播喝碧问天。欢迎打赏点赞评论。第270集，东风吹。其实夏想很冤枉，因为周鸿基约他前来，他欣然赴约，还真不是在背后和周鸿基联手做什么手脚，只是面对面的交谈一次，却无意中被有些人发现，并且报告了何江海。何江海随后就将消息转告了孙锡民，孙锡民听后并没有立刻表态，只是点头说道，我知道了。心中却很不舒服，周鸿基和他渐行渐远，就让他很有挫败感，认为他自身魄力或者魅力不够，没能完全收拢周鸿基之心。或许只是夏强的一些手段暂时入了周鸿基之眼，等周鸿基碰壁之后自然还会回头。孙锡明肯定不会也不屑向京城告周鸿基一状，周鸿基作为后备力量，允许他有发挥的自由空间，
只要他做出的事情不危及派系的根本利益，他也没有资格对周鸿基的工作指手画脚。他如果管得太多，反而会吃力不讨好，既得罪周鸿基，又得罪了上头。对于周鸿基和夏想会面，孙喜明并未多想，认为只是一次必要的正常接触，谁也不能限制周鸿基不和夏想来往啊。政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是说后台之间不对付，下面的嫡系之间就老死不相往来。也正是孙喜明的大意，才让他在事发之后对周鸿基的做法愤怒难平，同时也迁怒于夏想，认为正是在夏想怂恿之下，周鸿基才敢如此胆大妄为。而何江海在将消息透露给孙锡民之后，转身又向总理打了小报告，总理听了也并未在意，但在事发之后蓦然想起夏想和周鸿基会面的一幕，不由对夏想在背后的手脚十分的恼火，也让夏想和总理之间一次难得的深入交谈并勉强达成了一点点共识付诸流水。就连夏想也万万没有想到，一次寻常的会面事件却引发了各方猜疑，从而让他被迫做出了更强有力的反击，也让周鸿基在齐省纷乱局势之时痛定思痛，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总理视察引发的涟漪刚刚形成，正在逐渐扩大，一圈圈荡漾，不知何时会被一团激流打乱。不管有没有大人物莅临，鲁氏的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齐省省委和往常一样正常上班，只不过和以前人人谈论省内局势不同的是，行色匆匆的省委大院的一干人等，上至厅级，下至科级，窃窃私语议论的全是总理视察齐省所隐含的政治信号。更让人惊奇的是，总理一早就动身前往品都视察。如果说邱仁礼和孙喜明一起陪同前往还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夏想没有陪同也就罢了，常务副省长秦侃和省纪委书记周鸿基也没有同行也可以接受，但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何江海却是仅有的几名允许陪同的省委领导之一，就颇有耐人寻味的意味了。省委方面一共四人随行，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还有省委秘书长夏立。省委常委、品都市委书记李荣生已经准备妥当，列队在高速路口等候总理车队的到来。而在总理已经出发不久，夏想就再次出现在老谷的房间之中。我要回京了。老谷示意夏想坐下。事情啊，都办完了，不想再跑来跑去了，到底老了呀。许冠华未在，应该是有事情要忙，古玉却在。古玉穿一件令夏想眼热的连衣裙，说是眼热倒不是因为是超短裙，古玉从来不穿超短裙，而是因为裙子和当年连若汉出使他之时在燕市买的几乎一模一样，就不由夏想不感慨是他的眼光一贯，还是喜欢他的女人们都审美相同呢？也说明了一点，时尚和流行不过是时间玩弄的一个把戏而已，以前的流行一时的潮流或许转眼间就会落伍，但在时间磨砺之下，时光流转又会改头换面重新成为潮流。就和政治上许多人物的起落一样，上市孙喜民落马之后才不过半年就担任了一个不在公众视线之内的正部级办公室主任，
等于是重新启用，只不过不为外界所知罢了。今世孙喜民在沉寂两年之后重新启用，一不出京就是齐省省长，不能说是脚步过大，而不过是官复原职。也证明了一点，背后人物对孙喜民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孙省长如果知道了您不但没有帮他，反而帮了我，他肯定会非常不高兴的。夏想开了一句玩笑。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官神》。我和他又不熟啊，他高兴不高兴不关我的事啊。老谷一板一眼地说道，又看了一眼在旁边咬着嘴唇发笑的古玉，笑了。哈哈哈，玉丫头不想回去，我让她跟着你吧。半放心半不放心呢。放心的是夏翔肯定会无微不至地保护和关爱古玉，不放心的是关爱过度就容易擦枪走火。老古的话含义隽永，夏翔只好嘿嘿一笑，古玉干脆不笑了。爷爷，我要在五月建造一栋别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时请你来住好不好？古玉一脸调皮。不好啊，我宁愿住品都啊，好歹品都有海啊，五月有什么呢？一堆盐巴巴，风一吹啊满头是盐。多难受啊。老谷呵呵笑了一气，对于古玉他永远是慈眉善目的形象。既然提到了品都，夏夏就好奇地一问，品都方面没问题了吗？能有什么问题啊？老谷反问了一句。风平浪静，风和日丽，好天气啊，好季节呀。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老的做法呀。夏想迟疑一下，还是说出心中的疑问。上次我就说过了，我老了，总理也老了，人老了就应该有老了的觉悟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啊还是你们的呀。老谷笑着说了一句伟人的话，但我的话他不会听啊，我也不会当面说什么难听话的，又和他到底是有老交情了，就背后做一点事情吧，让他知道我的心意就行了，省得以后再出现领人上门的麻烦事。领人上门自然指的是孙喜民一事，老谷隐藏的也挺深，一直没有明确说出他的态度，直到现在才点了一点，原来他对总理的做法也是颇有不满之处。夏翔只能嘿嘿一笑，不好说什么，因为他也清楚，如果不是他的介入，老谷现在还会坚定地站在总理一方，和总理关系密切，谁也无法将他从总理身边拉远。所以从某个方面讲，总理对他有所不满也再正常不过。夏想和古玉送老谷去了机场，军用机场，在许冠华的陪同下老谷返回了京城。临走前他拍了拍古玉的后背，无限怜爱地说道，玉丫头啊，你想要干一番事业我很开心啊，不过做事情啊要有始有终啊，别三分钟热度，我可等着你的别墅落成的一天呢，说不定还真要住上几天呢。古玉重重地点了点头，嗯，爷爷放心吧，我这一次是下了决心了，不在齐省干出一番成绩，
我就没脸见爷爷了。老谷含蓄的表达支持了达财集团的项目，不仅仅是出于对古玉的疼爱，因为古玉性子极淡，很少对一件事情有深厚的兴趣，也是出于对夏想的无比信任。许冠华将夏想拉到一边交代了几句，以后多和胡存富、费志栋走动啊，他们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呢，也有结交的意愿，是个好机会啊，不能错过了。当然了，要注意一下方法，毕竟你和军方来往，名不正言不顺呢。夏想很是感激地点了点头，许冠华是个汉子，曾经因为古玉问题对他横眉冷对，但自从他救过古玉之后，他就彻底对古玉死了心，并且将他真心当成朋友，是个胸怀宽阔的真正的军人。冠华，现在有了看中的女人没有啊？夏想想起了什么，突兀地问了一句。别看许冠华肩扛少将军衔，一说女人就脸红了。没有啊，工作忙顾不上。回头我介绍一个人和你认识吧，他人在京城，是理财能手，你要是能追到他，是你的福气啊。夏想想起了一人，忽然兴趣大起，想做一次媒人，万一成了好事，倒是可要好好谢谢我啊。对了，人长得很漂亮。许冠华乐呵呵地走了，他相信夏想的眼光绝对不会差。夏想也很欣慰，因为他不但助人为乐，还可以借机再次拉近和许冠华之间的关系。作为老谷着力培养的嫡系，许冠华在日后在军中必定是主力之一啊。就在老谷一行告别夏想离开鲁氏的时候，总理一行正在高速之路之上疾驰，车行一半路程的时候，总理的电话意外地响了。秘书接听之后向总理示意，总理知道是重要电话，就伸手接听了，只听了几句就顿时脸色大变。胡闹，过分呢！然后重重地将电话递给秘书，吩咐说道，停车。车队临时紧急停车，邱仁礼和孙锡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面面相觑，正要向前问个明白，却见何江海从后面快步跑来，冲邱孙二人一点头。邱书记，孙省长，总理有事找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呢？邱仁礼和孙锡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头雾水。忽然，邱仁礼的电话响了，他也顾不上省委书记的矜持，急忙就接听了电话。一听之下也是脸色大变。胡闹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